先感谢评审的肯定，然后谢谢老师们的教导，感谢国家的重视，还有亲友的支持，最后就是要谢谢一直创作的我自己。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关心自己这个社会上或自己身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直而不言，超畅切切，就是他很直朴，但是他不会落于俗气，然后他有无限的感慨，但是都是发自我最诚恳、最本质的情感。这穿过古典时没有法作假，就是非常非常真的一个感情。就在心为之，发言为事。对我来说，创作不仅仅是我要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说。所以我喜欢在生活中或者新闻里面找到一些我不得不去说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站在那种看客的角度去嚼着人血馒头这样。像说世界上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总会有几件会让我有不得不说的感觉，这就是我一直创作的原因。